喂，上元堂，小心有咩搞咧？
sorry 寫 sorry， 改邊個 sorry 咧，好唔好 ？OK， 大家打開書第119頁，又冇帶書啊？冇帶書啊？差啦，113、114。我有問題，有咩問題？我一次搞唔識啊！我有做第十個，得獎多錯唔少。咁不同。OK， 有問題。嚟啦，其他仲有冇？冇啦咩？喂，就喺佢哋冇討論嘅時候，外面有一個藍色男人喺度。喂，原來校工。
喂，不如你哋跟科 B 學下嘢啦。學下嘢啦，你請科 B 嘅 cap 咯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以下嚟係輪我哋科 B 班嘅最潮最煙嘅小數。我哋將會介紹今年自煙自 heat 嘅 fashion， 係由名設計師 Holland 同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 ，show time.
咁個 show 完咗啦，咁大家覺得好唔好睇啊？咪俾啲反應啦。咁你又覺得點啊？咁我覺得每件衫都好煙同埋好潮啦，都好獨當一面嘅。而但係就覺得好似係咪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咧？係啊，係啊。咁而家啲年輕人好鬼中意追捧潮流啦，將一件二件嘅名牌咁著上身啦，咁啊以為好潮好煙啦。咁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呢啲自然？自煙自潮嘅嘢著喺自己身上邊，係咪真係咁適合自己咧？將一身嘅名牌擺喺自己身上邊，咁自己係咪真係變咗名牌呢？其實有時候好似我哋呢身咁簡簡單單、純純朴朴嘅校服，就會唔會係更加好呢？希望大家都可以領悟到少少嘢啦。多謝。真係搞到我想行 King Rock 添。喂，原來今次今大會議咧都得來不易嘅喎。喂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原來廣告商贊助㗎。啊，純粹係廣告嘅咩嚟㗎？唔睇下先。科斯搞呢搞路搞廣告，以下節目首個專人訓練，切勿模仿，敬請留意。當你肚痛嘅時候，我肚痛，食啱啱整老丸係傻仔，腸胃西食兩粒全極全胃，我試過去試我腸胃縮細，阿媽又響啦得得，精神曬啦得得得啦得得得啦得得得得得。當你頭暈心興嘅時候 ，B B 流落。例句二，哇！乜你咁平凡憂愁啊？
有用字就小心修辞啦，始终有益纯牛奶。金杯不稳人物花分，悲苦博博退，任何场合都要佢。飲食片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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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快樂見啦！快幾個大快樂見間見先？咦？嘢唔得唔嘢？到咗大快樂。喂，邊間啫？咦，唔得人嘅，係咯。有啲嘢喎，放鬆啲啦，香港人。生活篇。唔易，點拼都唔易，想點啦啦忙就點啦啦忙。小太空人計劃是由民間保險有限公司全力贊助。有乜新鮮？想放小女仔咯？純情小鬧鬧，單調一爽，睇我邊啲魚穩，節省少少啦。邊位型英帥靚正？哦，都只不過係網名嚟啫。網名嚟啫，真名係。
戒煙啦，大家真的要做啲防蚊措施喎、如果唔係，好似上年沙士咁，都變得好慘。啲上年唔睇電視，日日都要睇我哋咁嘅衞生師講嘅，我哋咁嘅衞生師叫大家做嘢啦，做嘢。大家
即係譬如就。有樣嘢解決唔到，心咁樣解決唔到，你心裏邊就好呢個無奈嘅時間。你如果呢個時間可以講一句最衰都係董建華，咁你話你嘅心情係咪即刻會舒服曬？哇！關我咩事啊？我又唔係董建華，你係遊俠啊！再講，如果你。你只要講一句，董建華係咪玩我啊？你會揾得翻。跟住而家再講，你行出街撞唔到人。喂，董建華家下咯喎，我以為你係董建華。近南，好唔好彩咧？佢係百姓陳喎，所以由細個到而家
㗎啦。咁係就勁咯。我美夢就係識一個90分以上嘅女仔，跟住同佢長相廝守啊。唔係喎，你俾博物反先公平啊！哇！呢個阿晶條公平先啦。咁我冇可能揾個女仔出嚟咯。我咁靠你啦。Good morning, baby. Good morning. 今天大家的精神非常好啊，是因為愛關係呢。我今天想介紹一個新朋友給大家認識的。好快就去到 lunch time 啦，都系食飽好啫，唔好得唔得？搞錯啊！你咪冇帶錢咩？係啊，我真係唔知帶錢啊！你請我啦，白痴仔。即係話如果又唔想請你啦，你話請就請啦。你咪唔請啦，點啊？白痴仔。請咯。另外一面，另一位主角又出場了。
住喎。阿南，超過70分以上嘅女仔到我嘅，邊度啊？可樂。啊？除咗嗰70分，天文數字啦，點知70分啊？天文數字咁點知啊？隻燈都算白係你去。咦？仲加咗我靈充滿下水嘅背脊。哇！係咪你去？哇！好啦好啦 ，storybook 咯。不過我想買個食嘢喎，你自己去啦，唔去啦。
剩翻咁多壽司都一個食曬佢。白痴仔食食食，我唔跟住你。佢哋去邊啊？點解要跟住佢啊？冇咁多，嗱走。喂，記完好照顧自己啊，冇人追你。Just...